千余的繁星点点，等待另一个晨曦浮现，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。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，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，拥抱我们的你依然在身边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顶回比起来，那差济啊！张静英哦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敢会好起来？还有心理准备啊！这是长期的战争，而且恐惊越来越严重。当时哪有人多啊？这钱，你甲我拢得着忧郁症，可别拢好起来啊！是有啥物不袂用？知影，问题无同。我只是我真难接受，阿母以后就变安尼。阿母在我心目中，伊的头脑比计算机搁较紧。一斤笋啊，七块；三斤六两，是偌济钱，伊马上就算会出来。是不是？等我饮料收完。是讲，咱在美国待真久啊，还是即摆讲遮哦，拢无效啊。我只是，只情需要我心目中阿母。伊上好个哦，已经予咱啦。时间过去啊，咱也无咧权利去要求伊像较早呢，遐尼完美来满足咱。我只是感觉真遗憾，我已经放下一切，只想要专心去做主席，较陪伊。
今日硬讲要炒笋仔给恁吃啦，可能想要甲伊早同款咧照顾恁。今日看起来较好啊，有讲有笑，啊头拄仔佫讲足侪咱古早的代志予我听，讲啥物？阿公以前学落伊足乖啦，啊佫教伊读册安怎拄安怎。啊头拄仔佫讲哦，我足乖，足够带囡仔的。那伊讲这种话哦，就表示头家较清楚啊。阿母，来，今日食饭啊，阿母。好，来吃，来吃。阿母，足胖的呢。有影哦。吓，啊，不过伤细盘，食无够。食无够，我较等才过来炒啦。安怎？这中医合理讲啊，这竹笋啊，属于性甘啊，寒啊。啊，有这清热化化痰、利水消肿、润肠通便的效果啦。啊，要唔过这内面哦，有真多这草酸，啊，伊会影响着咱身体啊对钙的吸收啦。啊，那钙不足呢，就是失眠。还佫有啊，迄有尿路结石的人啦，啊，不宜多食啦。爸，民众哦，最近拢在研究食品的营养啦。咱美国吼，地下生嘛种足侪有机蔬菜，啊，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吼，你感觉安怎？哦，我感觉会当食到阿母炒的竹笋哦，上幸福。林先生讲话哦，上佮意我听啦。阿爸要带朋友回来，谁说的？恁阿爸说的啊，恁敢拢无听到？饭店啊，紧吃啦，人来啊啦！阿母啊，无人要来啦，那是电视啦。电视啦，迄电视台内面哦，迄摄影机哦，把迄人哦翕起来，啊变作一个影像哦，啊经过一个大台机器呢，就变成电波哦，啊为迄大楼的天线呢，搁甲放送出去，到咱遮时阵啊，咱甲迄电波啊，搁甲接收落来，啊经过机器。好啊啦，你讲啊复杂，我都听无，阿妈哪会听有啦？嘛是啊，讲互了解啊。也不未清楚啦，因讲我炒的笋啊，好食有名的啦。有啦，妈，我嘛有听啦，有啦，有吼、哦，嘿，哎，啊，你嘛在咧错乱啦，我嘛听，嘿，好，来进去。阿母啊，来来来，我阿在讲，无人啦，迄是电视机啊，来看一下，无人啦，我袂去买炒笋啦，无人你就可以看一下电视就知影，看了就看。你来看，带人来买菜，互人吃吃。你来看一下，你来看哦，你来看哦，真足啊，无人迄是电视，你来看，无人要看，无人啦，来来来，你来看一下，你来看一下，母啊，阿母。人已经走了，人吃饱已经走了，回去了啦，人拢回去了。阿姐，来来来，好，人拢回去了哈，还是吃饭。哎，好。林先生上乖啊，来来来，来。我有东西啊。你们紧吃啊。哎，你那好困去啦，明个啦，紧甲叫起，叫起，明个困啦。才拄困去。
啊，你即马互伊睏哦，伊暗时都搁失眠啦。咱就决定不爱互伊食药啊，咱就一定爱控制伊睏的时间啦。阿婆，阿婆，免去睏了。阿婆，阿婆，起来啦。阿婆，咱去睏啊啦。那可是你啦。我，你莫是我的气啦，我是为着你的健康啦。来来来，咱来啦，咱睏啦。猪药啊，君子食无求饱，举无求安呐。民有事，利生于言，着有道理正言呐。可谓呢，好下下也易。这意思就是讲呢，这君子啊，无求这食好，也是大好，都干那用，都干那求一个讲啊，做代志爱干。好物件呢，这是流传千古的呢。阿母，阿母，袂去啦，啊！你起来讲告予我听好无？啊！今仔下午，我爸也要睏啦。哎呀，像袂拢共款啦，拢睏袂好势啦。照顾阿母啊，是久久长长的代志啦。大家哦，嘛是爱顾好家己的身体啊！啊，阿母的作息哦，一定要做一个改变啦。啊，你要安怎改？我想要带伊去做运动啊。啊，是要去倒？倒来去看风景啊！哦，啊，伊我还袂来啦，哦，伊已经先起来等你啊。行一阵哦，就把这叶啊抓一夹起来，大家叶啊来抓了了哦，就一百分啊哦，来，我
你行啦。啊？忝啦。阿母，遐我都还袂了了嘞。是啊。无好啊！阿母啊，你袂用安尼啦，你哦一定要坚强的行落去啦。啊，忝嘛爱行，无忝嘛爱行，安尼哦，你的肉甲骨头才会强啊，啊，心肺功能哦，嘛会强啊，啊，毋是才滚下去，身体才好啊。啥会好？身体啊。你死会好啦！阿母，阿母，医生讲哦，你身体真好。那亲像六十几岁人嘞，会真长寿啦，哈、啊！我遐久要创啥？空空行，无喘工啊！阿母，啊你看遐，遐有花呢，真水，你看无？哦，遐，头前遐，哦，真水嘞，来来来。阿母，遐讲哦。这花是啥色的？红的啊！红的哦，真水吼！水啊！阿母，你看头前遐，搁有花嘞，行靠头前看卖，啥色的？呀？啥色的？镜头啊，会叮当。我是听人讲哦，老大人会用拍麻将啊。连骂咱是用斗一斗啦，啊，无咱四个拢袂用拍咧。拍什么麻将啦？就算讲哦，拍麻将啊，脑神经袂退化，迄两骨哦，嘛侪甲拢钉起啊。啊，无是咱哪叮当？这样我袂歹吼，过瘾的运动，啊过瘾的哦，甲这环境哦变到有清气啊。我输啊，那天生阿狗哦，是不是到那个重要感觉？阿兄啊，你扫？脚安怎扫拢嘛扫袂了。啊。好歹哦，唔通毛遐侪工程啦。无工程。阿母，这工程哦，真好赚的。等你把这哦扫完啦，得到水领工钱哦。工钱会用个水领？水领。于是，陪妈妈运动成了高家人最重要的例行公事。每天上午跟下午各一次，不论春夏秋冬，不论天晴天雨，甚至连台风天也不缺席。阿母啊，啊你看伊电话条顶完写几号？
阿布就厉害呢。啊，二乘七瓦的。三七呀。哦，阿布就搞哎。啊，七乘五嘞。啊，六乘五嘞。阿布今日有较喘哦，是毋是行上远啊？啊？对的。啊，这距离哦，甲平常拢同款呢。怎样？是足惊的呢？可能是气压的款。气压？哎呦，这是顶上体呢，不是上山呢。阿母阿母的身体哦，特别敏感呐。我看是爱换一个所在啊。阿母今日体力哦。做的较低啦，氧气较足啦，阿母较袂喘。当然，你管得了了，真好哦。这条路啊，讲起来也讲真好啦，因为是一个南北向的路啦。啊，日头哦，早起出来时阵会去晒，啊，下晡哦要落山时阵哦，嘛会去晒。所以哦，咱上好是找一个南北向的啦，安尼啊顺日头安尼落去行，嘛较凉。世间上珍贵的几粒花，无出去运动，阿母哦，讲什么拢无爱出去啦。妈，啊无，我打电话给阿外啦，甲阿伯，啊，咱做伙出去，像顶届安尼共款，你做班长，甲阮唱歌，安尼好无？火车行到伊都阿妈伊都丢，哎呦，崩空。阿母，今日阮爆出工程啊，搁工钱通领哦。妈，钱爱赚，身体阮啊爱顾啦。妈，无咱今日坐轮椅出去啦，啊去曝一下日头，看一下星就好，安尼好无？袂用啦，这袂用个平摊个啦。阿母哦，做运动已经惯习啊，啊今日向阮无爱出去哦，一定有问题啦。阿母，啊，你倒位无爽快？啊，都去恁某遐济工程要好我做啊，涨到规巴肚血，偌艰苦嘞！你巴肚丢着？啊，你偌久无上便所啊？阿妈家己拢会去便所，我嘛无咧注意讲伊是小号还是大号。无，你即马带伊去便所啦。啊！你明仔出来时阵哦，先莫甲冲掉，
啊，我来看一下。啊。妈，你去便所好无？好啊。应该是找到原因，来。阿母食的物件哦，可能要做一个改变啦。阿奶，阿母要出发，今仔要倒佚佗。娘。阿你种啥？啊哦。我着准备哦，想要种一寡牧草啊、芦荟啊，啊来甲帮助消化啦。我即摆年岁大，迄胃哦咧揪啦，啊喙齿嘛咧退化，袂用个像咱同款哦，袂乱食。所以哦，我想要哦，甲设计一个哦，上好的一个哦，饮食计划。饮食计划？嗯。精而美饮食计划，安尼我咪应该像阿爸同款啊，享受哦，做一个正常人。钙呢不足啊，就会失眠。食伤多会结石，所以爱食面。啊，若这身体若虚弱啊，体力衰退，搁下骨就爱用美汤来。啊，若要好这脑神经啊，爱较强的就爱 B12。而且顶面都有写哦，伊讲用这山药啊，加迄落红菜头吼，搁加苓果，啊，搁用这个，啊，用迄落，我转来啊，知啊，我去石头转来啊呢，我知啦，用迄落青的迄落马铃薯哦，落去安尼加加的吼，啊，用一寡醋落去安尼杀菌一下吼，伊讲安尼会用预防病菌。我回音机哦，啊，找十几点钟，我等你哦。这顶关哦，讲到这维他命哦，讲得真清楚，这一定要甲学学。哎呀，阿母，对啦，安尼对啦，吼、哦，阿母，了安行一步，了安佫行一步，吼、哦，嘿，哎。行一步，来，坐了。我阿母哦，行这坎啊，敢是伤过辛苦。袂啦，这个大影特别选的一条路啦，啊，宽度拄啊好啊，又搁凉。上界重要是哦，有这扶手啊。大影是要给阿母哦，加练是要抓的动作，会镜头较接活动的吼，脑神经哦，较袂安尼继续退化。大兄哦，真无简单。阿母哦，搁我讲伊哦，是歹人。歹人。我想哦，大兄应该是袂见怪才对啦。当然袂啊，伊是真无赞成哦，咱咧对着阿母犯上咧错啦。伊是想要哦，讲道理，阿母了解。啊，不过阿母怎安尼，是蛮难了解咧。所以，大兄即摆哦，都无爱甲阿母钱啊，专心咧研究吼，咧养生，减轻阿母哦身体负担啦。大兄哦，这研究这精神哦，就亲像阿爸啦。当初哦，这研究这回程是同款的，迄认真的程度哦，真惊人。嗯，是啊。啊，事实证明哦，大兄是对的。阿母过去安尼哦，一工十几点钟都咧转过，体力真好呢。若要伊哦，叫伊闲闲踮咧厝的哦，
对来讲是折磨啊。啊，伊个幻想个幻听哦，会愈来愈厉害啊。即马安尼哦，逐工出来行行个，暗时等于厝个，加足好困个啊，嘛无咧机会，互伊呢学白想啊。安尼嘛是好啦，你看，咱安尼哦陪阿母出来安尼运动啊，嗯，咱家己哦嘛有运动着。对啊，啊，过年工哦，我要大量进菜，迄是真费体力的工作呢。啊，不过我真有信心，拢是阿母哦训练出来的。阿母，多谢你呢。廖安，行一步。廖安，行一步。不我就赞的呢，吼、哦，嗯，哦，廖安哦，行一步，哇，哦，阿母足高哟，喂，怎么样？你来多好，这是我今仔拍出来头一杯，来，你先啉。这啥？这啊，这是天然的养心健脾汤啊。这内面啊有这牧草，啊，佮另外有三种的青菜，哦，啊有这软磷脂啊、磷脂粉啊，哦，啊佮加这五谷粉啊、酵素、桉素、绿藻，另外佮加五种的这坚果。啊，有这杏仁果啊、腰果啊，哦，这葵瓜子啊、南瓜子啊、黑芝麻，另外搁加维他命 A、B、C， 搁加钙。这若啉了，中昼就唔免食。哈？啊，中昼就啉这哦？系啊。啊，饭都免食。所有营养哦，拢得要这内面拿啦。给你吧。看啥啦？唔免怀疑啦，给你吗？哎，啊，啉不完啦，你若放了，恁妈愈来愈乌啦。给你，给你。对咱的健康哦，一点仔关系都无啦。你也知影，这金丽汤内面哦有足侪迄落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甲蛋白质啊，啊，佮有迄落酵素啊、糖类啊，啊，还佮有迄落
咱必须要迄落脂肪酸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会用个阴阳调和，吼、哦，啊用个互咱哦，诶，这酸碱哦平衡啊，对咱的哦身体的体质哦，会用个改善呐、啊，啊，着啉较侪哦，佫会当哦，会互咱的迄落治愈能力哦改变，哦，增加咱的迄落免疫系统啊，啉久哦，会互咱身体健康，佫会当长寿哦。好啦，大兄，啊你讲较侪哦。阿母无得吸收啦。哎呦，我的话哦，伊袂当吸收袂要紧啦，要毋过只养分哦，一定爱吸收落去啦。我咧找明生啦。明生啊，带咱去爬山，无带咱回来哦。恁这两个大汉的吼，奈无甲小弟仔顾好啦，恁哦。讲这是幻想咩？人在讲啦，心如哦降维书啦，用的话哦种种的五蕴啦，咱人哦所有的烦恼，拢是自心肝内面哦家己挖挖出来啦。阿母，明生哦无退勇去爬山啦，爱去大陆救灾啦。阿母，你若有明生伫个哦。甲高姐姐哦，马上拢啉了了啦。可惜我甲阿蛮讲话啦，啊不要讲好听话哦，我不欢喜。无阿母，我替你抓人啦。安尼好啊，你自细汉哦做肥啊，你的手哦较卡，嘛较有力啦。啊帮阿母哦少塞者，哦，要唔过爱注意哦，向伊心脏迄方面啊，甲斗塞，因为咱这哦静脉血哦较无力啦。啊，动脉血哦，较有力啦。啊，你安尼甲倒塞哦，互伊静脉血哦，血流转去心脏哦，安尼帮助伊流哦，阿母迄脚甲手哦，较袂寒啦。阿母，安尼有较爽快无？啊，有啦，有啦，乖，乖。阿母，你搁啉一挂啦。互你啉啦。啊。你啉。我啉过啊啦，哎呀。哦，有好啉无？好啉啊，好啉。我回来了。回来。你啉无？你看啦。哇！阿伯，你啉啥？这大兄哦，研究出来鉴定啦。哦，哎，大兄，看袂呢，这水呾大杯哦。好啊，好啊。好啊，暗时啊，搁啉一杯。这个人上凊彩好啦，连这我嘛啉。来，饮饮啊！大兄，我出去一下哦。啊？你要出去啊？来来来，饮完再出去啦。来。好，给你嘛。这样中昼时阵哦，我啉的时阵哦，感觉安尼哦，较涩啊。卖阴暗作用哦，我著加一寡冷酷，增加伊的甜度啦，即嘛有较好啉啊啦。对无，中昼。啊，对对对，好啉啊。来，给你。哎，那冰淇淋。哎，美女，来来来，进来，你一杯来。大兄，你这是做啥个？你不要，过年你还管，你餐哦，拢无啥卫生啦。我知影啦，这鸡蛋汤哦，有小可较咸啦。要不过我会用咧调整伊个心，加一寡姜汁啊，搁加一寡牛奶花，安尼就用了。
敢讲真正，逐工都爱啉这個？无喏，是逐顿拢爱啉啦。哎、啊，阿吉兄，听讲大兄有啥物好开，要请我食？手指头啊，加活动一下，对因头壳啊，对因脑筋啊，拢较好啦。来，家己爬。你互伊专心哦，做一件代志啊，伊个心较袂乱。安尼啊，多法都达到一个禅的境界啦。妈，来，咱家己爬吼。来，头壳爬。来，我食中昼啊啦。坐咧啦，啊，进前哦，多咧困哦，拢会吐啦。我安尼坐咧困好啦。你实在足咸的呢。以前阿爸在的时阵哦，拢唔知影哦，这养生的道理啦，也唔知影讲安怎甲照顾啦。到最后拢知影，我伫甲阿爸，下个计划几年，即马都甲咧出阿母安尼。